全新福利基金曙光基金上线，战斗等级达到31到50就可以领取，其中生存等级奖励免费，只要战斗等级达到就可以领。曙光基金需要解锁，但是超值，畅享10倍收益，其中包含了3100小太阳、45000金条、600残叶、105000技能点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林科小趴最想要的东西：20个血清、2个胶囊、20个扳手、15个薄膜、15个高分子、20个齿轮、2本书。小趴大胆预测一下，后面还会出什么基金呢？51到70级的基金，然后71到90级的基金，91到110级的基金，111级到130哦，还没出呢。不过小趴说的这些基金，第4季应该都出不完。